这里是哪里？清迈大学后门的那个夜市，一直走回到顶。这有一家，我们暂时不知道它叫什么，就叫叔叔阿姨开的店。老奶奶。叫这老奶奶泰国家常菜吧，不知道叫它什么名字了，叫它老奶奶炭烤小火锅。这是它的中文名字。杨丽特别想吃罗勒炒猪肉，然后找到丽斯湾，从那边再一家推荐，本来是因为这个饭来的，结果看这火锅也不错，才40块钱这个火锅，人民币啊，对。还挺好吃，然后给了培育一个很好的体验，所以他又要回馈人家，所以要推荐，很推荐，想大家都来。主要是比咱之前吃的夜市好吃，咱去的都是游客夜市。但之前去夜市的时候，每次他也都说好吃，你知道吗？有好吃的不行呢。这个味道很家常。好了，大家要来哦。对了，在用餐完毕以后，请向阿姨出示这张合照，告诉她是我们三个在报答她。谢谢。